妻子怀有身孕，丈夫却对她痛下死手，他一棒就打断了妻子的肋骨。可尽管如此，他却并没有停手，他又抓起妻子的衣领，一巴掌就将他打得滚下了楼梯。不堪忍受的妻子慌忙躲进了地下室，丈夫见状则挥舞着球杆，一棒接一棒地打在门上。而屋里的妻子被吓得直接失了警。第二天，当警察赶到时，妻子早已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。法医尸检时发现，女人全身多达54处内伤，并且还有7个地方骨折，胃里装满了各种药片，但是其中一种竟是治疗脚气的药物。可当法医掰开女人的脚趾去闻时，却发现她并没有脚气。更加让人惊讶的是，法医切开女人的子宫，竟发现里面还有一个两个月大小的胎儿。看到这一幕，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淡定了，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一个丈夫怎么会对自己妻子下此狠手。检察官殷硕看到后，没有等鉴定结果出来，他直接就提审了女人的丈夫。可是这个富二代却仗着自己有最权威的律师在身边，他对殷硕提出的问题一概使用沉默权拒绝回答，甚至还嚣张地当着殷硕的面在审讯室吃起了生鱼片，并且还被对方反将一军。对方律师拿出一个监控视频，里面显示富二代离开家里时，他的妻子曾出现在屋里的身影，这就证明富二代离开时妻子并没有死。他们想要以此视频让殷硕放弃起诉。当殷硕走出审讯室时，法医那边也出了尸检报告，然而报告上却写着女人并不是被打死的，而是因为药物中毒导致的死亡。可尽管如此，殷硕还是坚信自己的直觉，他当即就来到富二代家找到了保姆，因为保姆是跟随遇害女人一起嫁过来的，所以他直接就把女人每天遭受家暴的事情告诉了殷硕，并表示愿意出庭指证富二代。于是第二天，殷硕就对富二代提起了诉讼，保姆也在法庭上将富二代暴打妻子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。保姆的指证加上女人全身是伤的照片，殷硕本以为这样就可以判富二代的罪，岂料对方律师直接申请了尸检的法医出庭，法医却根据检测结果表明了女人的死并非因为殴打，而是因为药物中毒导致的。由于女人做过心脏瓣膜手术，她长期服用的心脏药和其他药物发生药理反应，导致了意外死亡。因为证据不足，最终法官宣布了第一次庭审结束，并表示如果第二次审判殷硕还找不到富二代有罪的证据，那么他就会将富二代无罪释放。第二天晚上，不甘心的殷硕本想再去富二代家勘察现场，却意外看到富二代已经让人把家里的东西全都搬了出去。而这也无意间让殷硕想起，在事发当天，他的高跟鞋踩在女人身边的地毯上时，好像溅起了灰色粉末。于是殷硕当即就把那天穿的鞋子拿到了法医这里，他要求法医对他的鞋子进行检测。而法医在切下殷硕的鞋底后，发现上面确实粘连上了药粉。经过药理师检测后发现，这些药粉是福康唑的粉末，而福康唑是治疗脚气的药粉，只是少量，剂量并不会引起死亡。不过当药理师检查女人衣服里的药品时，发现治疗心脏的胶囊有被打开过的痕迹，而里面装的正是福康唑。这样女人在吃心脏药时吃的是福康唑，那么药量必然就会超标，从而引起死亡。现在只需要在胶囊表面检测出富二代的指纹，就可以定他的罪了。可是查了整整一天，他们都没有找出指纹。既然没有指纹，说明当时装药的人戴了手套，并且现场确实还有一双手套没有检查。于是他们又将检测对象换到了橡胶手套上，只要查出橡胶手套内部留下的指纹，就可以确定是谁装的药。但是第二次庭审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法医只好拿出福康唑致死的证明，让殷硕先去参加庭审。于是在开庭后，殷硕拿出了富二代购买脚气药的证明以及脚气药致死的检测，指控富二代。但是富二代却说那是他的妻子让他买的，他始终不肯承认是他干的。就在双方为此进行激烈辩论的时候，法医那边的指纹对比也终于出了结果。可令人意外的是，他们最终检测出来的指纹竟是死者的。法医推测，那天女人是在遭受丈夫的暴力后，她就趁着丈夫外出，亲自策划了自己的死亡，想要以此来报复丈夫，让他成为杀人凶手。最终，富二代还是洗脱了杀人的罪名，被无罪释放了。